以为我胖点能好看点。芒探未公开之徐志胜的粉丝见面会。大哥来了。娜姐，吴磊哥，静姐，你好棒啊！啊，我靠！吴磊哥说是你的粉丝。别别别！吴磊哥，你怎么能是别人的粉丝？哎，这是情商。我们其实你来之前都说是你的粉丝，我是他粉丝。我也是。他很智慧的一个人，特别聪明。哎，来了，咋没有人表达？这刚刚那一趴失去了所有的粉丝。哎。那节目组告诉我说志胜来的时候我特别开心，我就觉得哎呀真好，就咱们这个队伍怎么这么奇葩呀。那你会不会觉得你说话大家都接不住就没去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怕接不住大家，显得我特别无趣。那你一开始就暴露了你特别有趣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争取以后更有趣吧。但志胜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胖了呢？胖了是不是真的？你现在生活就是，比以前好很多。我也有过这个经历，我刚刚就是可以赚到更多的钱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会吃很多东西。我跟您不一样，我是以为我胖点能好看点，结果发现没有。啊啊！姐姐，我刚刚咋了？到我这儿来。我是真的觉得志胜胖了胖了，但是我觉得你还是瘦点帅。我是脱口秀鹿晗，咱俩一块减肥。好，好，可以。你结婚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什么星座呀？我白羊。我是白羊尾巴。俩白羊，咱仨都火象的。哎，静儿，你是什么星座？姐姐，你是什么星座？金牛。你也是金牛。你也是啊。啊，但我不是那种普通的金牛座。你是？我是比较不一般的那种。真的，我也是。啊，对。你是金牛座？你几月？五月二号。我五月六号。啊！天哪，我金牛座结盟了。猛探探嗨，快活起来！猛探探案第三季，敬请期待。